下，打包带走。是。四少，箱子呢？来了，箱子不见了。你想不想知道箱子里到底是什么？不，我不想知道，四少。箱子里装的是一具尸体，如果这个尸体丢了呢，你也会变成一具尸体。我明白，四少，我马上去办。滚吧。我是谁？这是哪儿？我怎么出现在这儿？王总，奇宝公司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您可以认真考虑一下。哦，小谢，不瞒你说，找我的猎头公司很多，但我通通拒绝了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突然不懂得怎么拒绝。你别看我事业有成，成熟稳重，但其实我很寂寞的。王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厕所。老板到了。放开我，我要回家。阿彪，啊，订好了，订好了，老板，就那个酒店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太晚了，只能订到这个房间了。放开我，行吧，行吧。放开我，我要回家。有美女相伴，到哪儿都是好地方。对对对。放开我，我要报警。报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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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得很准。老板，这妹子好漂亮，叫什么名字？谢谢，谢谢，可以啊。放开我，立即开，救我。站住！你刚刚叫我什么？你是不是叫我李继开？哎呀，他叫你启开。他叫我就是李继开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哎呀，你个臭启开，真的是没完没了。阿彪，不是，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。去那边要饭，去那边要饭啊！别打扰我们好事。我不是乞丐。好好好，你不是乞丐，好吧？不要打扰我们了，你走你的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你别碰瓷儿啊！我就一打工的，我没钱啊。小宝贝，哥哥来疼你了。谁啊？谁？你臭乞丐，你活腻了吧你？兄弟，我第一眼见你就知道你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，以后拯救失足少女啊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就交给你了啊。我晚上没有睡，我先走了。我的妈呀，谢小谢，做个猎头公司把自己一血送出去了。谢小谢，我不活了。谁呀？大清早你吵什么呀？昨天晚上是我救的你。那你没对我做什么吧？你有脑子想想，我要对你做什么？我怎么可能穿着衣服啊？怎么可能躺地板上？而且
就算我对你做什么，你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哎，姑娘，你的心跟你的胸一样大。真是你救了我啊？是的，是的，袁贤。哎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恩人，恩人，你好，我叫谢小谢，你叫什么？我说了，我救你只是因为你叫我李继开，所以我才救的你，不然我根本不会救你，你明白吗？可是我已经看了宾馆的监控了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早就……好了好了，我们就此分手吧。你说分手就分手啊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没听错吧？这乞丐要跟这美女分手？你没听错？那女的还不愿意呢。可怜的妹子，你看看我呀，你别瞎呀。虽然你是一个乞丐，但是你……我不是乞丐，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你别跟着我 ，OK？ 啊，你等等我嘛！哎，你等等我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有认识的人吗？那边，就是那个死乞丐，干死他！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我失忆了，我救你是因为你叫我李继开，我以为那是我的名字。所以说你不需要感恩，更不需要报恩，你明白吗？可是你救了我也是事实啊！你现在身无分文，就算是路边的流浪汉，我都会给点钱的。更何况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是绝对不会不管你的，这是我做人的原则。好！哎，臭乞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想干嘛？想干嘛？你得罪人了，知道不？你们认识我？我以前我认识你，啊，待会儿认识不认识你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兄弟们，给我打！啊，李继开！是谁让你们来的？我妈呀，见鬼了！李继开，李继开，人呢？算你跑得快。李继开，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一个打四个跟玩似的？我又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。那你除了认识我还认识其他人吗？不管怎么样，这已经是你第二次救我了。我谢小谢呢，向来恩怨分明，你对我有恩，我就无论如何都要帮你一次。你怎么帮我？我养你吧。啊？哎呀，快进来。那这就是我家了。什么味道？哎，臭死了。哎呀，你快点先进去洗个澡，我去楼下超市给你买两件衣服，卫生间里东西你随便拿。长成这样，那姑娘还敢收留我，心真大呀。你真是李继开？嗯。哦，没想到啊，你这一收拾还挺精神的嘛。行啊，行，你别转了，你都把我转晕了。我就是李继开。不错。李继开，大清早你怕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6点钟起来就想运动。你以前一定是个单身啊。你今天有什么打算啊？我今天准备去趟派出所。去派出所干嘛呀？去派出所干嘛呀？看一下有没有人报案，因为如果我失踪的话，那我的亲戚朋友肯定会去派出所报案，那么那边肯定有我的失踪信息才对。哎，聪明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胸大无脑呗。哈，色狼！引狼入室的不是你吗？哎呀，昨天路走太多了，腿好酸。李继开，你会不会开车？你送我去上班吧。
你有车？对啊，一辆跑车，我爸爸送我的。跑车？那你这房子也不是自己租的？对啊，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呀。那你工作呢？还是我爸爸给我找的呀。干爹呀、啊。嘿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李继凯，你从公安局出来了吗？里面有你的信息吗？我去警察局了，警察说没有我失踪信息和身份信息，他说要找个监护人才能办临时身份证。那可以呀，在你没找回记忆之前，我就当你的临时监护人呗。以后你要乖乖听我话哦。行，保证听话。先不跟你说了，领导来了。谢小谢，你已经来了3个月了，一个人都没有挖到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收拾东西，去前台上班吧。哦，知道了。好，拜拜。価値は毎年 5% ずつ引き上げ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。早く決めてください。Can you speak Chinese？他好像说需要5个点的房租才能租。你能听得懂日语？我好像可以。那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，5个点的房租没问题，可不可以立刻签合同？5%はちょっと高すぎる。3%はどうですか？我跟他说了，房租到3个点，他同意了。真的吗？我叫楚欣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啊，刚才的事谢谢你。啊，没事，举手之劳。这是你刚刚帮我翻译的费用。啊，不不，无功不受禄，我刚就说两句话，用不着这么多。这是你应得的，你不光帮我翻译了，你还帮我还了房租。那就谢谢楚老板了。谢王德芳，你还敢过来？你信不信我叫警察抓你啊？我为什么不敢来？我又没对你做什么，警察也拿我没办法。小谢，你别那么紧张嘛。我承认那天是我不好，才让你被那个乞丐。他不是乞丐，他叫李继开，而且他是个正人君子。我们并没有发生你脑海中的龌龊事情，请你立刻消失在我面前，否则我就告你性骚扰。没发生什么。那太好了，小谢，我对你是认真的。我听到你调到前台来了，我第一时间就过来了。来我公司给我当秘书吧，月薪3万。有事秘书干，没事干秘书的那种吗？别说3万了，30万我都不会去的。小谢，你对我的误会太深了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想追求你。王德发，我告诉你，你追求我呢，虽然我不会接受，但是我可以理解。可是你今天对我下药，对我做出那种下三滥的事情，我是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谢小谢，我告诉你，我王德发看上的女人每一个人逃得出我的手心。放开！今天那个臭乞丐不在，我看你能怎么办。李继开，谁说我不在了？李继开，你谁呀、啊、你？我就是你口中所说的臭乞丐啊，怎么了？真是你个臭乞丐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你！我不是乞丐，我是谢小谢的男朋友。小谢、啊，你可千万别中了他的妖术啊！他是个妖怪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说我是妖怪？我亲眼看到他眼睛冒红光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有本事啊你！有本事，有本事！我说你有本事都不行吗？你是天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啊！你别打了，行不行啊你？王德发，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好好，滚！李继凯，你太帅了吧！狗男女。酒楼龙哥吗？我会带生意找你谈。李继凯，李继凯，我要跟你说一个坏消息，我被公司调到前台去了，可能以后没有钱养你了。没事，我养你。你养我？你拿什么养我？我每个月要花很多钱的，我是月月光，我的钱全部都用来
你哪来的钱？就我今天跟你打电话的时候，在路边接着个翻译的活。你还会翻译的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日语。那之前我就先拿了，老板再加个鸡腿。不错呀，李继开，现在都会赚钱了。那当然了。你要赚很多很多的钱。知道。美女，陪哥喝点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会喝酒。哥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。我真的不会喝。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滚。我要是不滚呢？哎，别怂啊。等一会儿。李继开，你小心一点。兄弟们，上。群废物，就剩你了。哇，李继凯，你太厉害了吧！也就你能打了。哟，还挺能打，正好给我消消食。说，是谁让你来的？受伤啊！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没事。又是王德发那帮人，我要报警。没有证据啊。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了？放心，有人来收拾他们的。走吧。王德发，谁呀？那谁？怎么是你？王德发呀，你叫那个九纹龙不太行呀。你想怎么样？我都说过很多遍了，不要再招惹我。你怎么就是不听劝呢？你不要这样，我可以给你钱，给你钱。你看我是需要钱的人吗？是啊，啊不是。你以为有钱就能办很多事情，是不是？最后一次，不然的话，好好，一定。韩宇，乔爷那边找的怎么样了？还没找到。废，你给我盯紧他。这具尸体对我们公司非常重要。是。西小谢，起床了。西小谢，起床了。西小谢都八点了，快起床。西小谢，起床。八点了，谢小谢，起床了，快点儿！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叫你800遍了都。嗯，迟到了。我今天临时身份证出来了，我去找工作。哎，兄弟，我来。兄弟，我力气大，里边还有吗？有，我帮你们搬，劳务费也不多，就100块钱，行不行？行，走，我干，走。
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快跑快跑，快快快！哎，你别走。不是，没想到你表面老实憨厚，背地里却是个小偷。小偷？不然呢？你别冤枉人啊！人赃并获了，你还狡辩？不是，你让我捋捋啊。那些东西都是你的，对吧？楚心事务所这么大字你看不见？所以说，刚刚那三个人不是来帮你搬家的。我这才刚刚开业啊，你看看这像搬家吗？这在拆家。那三个人是小偷？难道你不是吗？啊，不是，楚老板误会，我就是来找个工作，然后我发现他们三个人在搬东西，我就上去搭了一把手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觉得我会信你？楚老板，咱们也算认识对吧？你觉得我像这样的人吗？好了，你走吧，我报警。哎，别！你还想干嘛？楚老板，如果你刚刚说的是真的，那么我有责任，我帮你把所有东西都找回，行不行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如果我三天之内没有找回的话，我给你免费打工一年。如果我找回了，那么请你给我一份工作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。好，成交。李继凯，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？哎，别提了。怎么了？我后面要走两天。你要走啊，李继凯。这是什么呀？500万。500万？对啊，这是本姑娘的全部家当。你哪儿来的？我爸爸给我的嫁妆呀。干爹啊？亲爹。虽然我从猎头变成了小前台，但是本姑娘是有积蓄的，在你恢复记忆之前我都可以养活你。这可是你的嫁妆啊。我平时没钱的时候也会用一点。算了，我李继凯能养得活自己，也能养得活你，把这卡收好。胸大无脑。楚老板，我来了。哎，你这事务所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还没来得及招。哦，对了，我正想问一下，你这事务所到底是干嘛的？还没想好。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这不是快入职了吗？我就想问一下，我们这事务所的相关事务到底是什么？你东西找到了吗？就跟我谈入职。哦，对了，我正想问你，这电脑有网吗？有啊。哎，借我用一下。你用电脑干嘛？哎呀，查啊，让开。你就用电脑查啊。看着就行了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是个黑客。好了，找到了。这辆车最后出现是在博深高速出口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帮你拿回你被偷的东西啊。你自己去不就行了吗？叫着我干什么？我没有驾照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前面掉头，对，直走就行。啊，不，掉头掉头掉头。你到底认不认识路啊？不是，你不要这么凶嘛，我不是看导航的吗？你看前面还有路吗？啊，行行行，停车停车，先停车。哎，对的呀，导航说的就是这儿啊。那就走呗。行，那走吧。哎，不是，楚小姐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你穿着高跟鞋这边不太方便。不用管我，我跟着你走吧。那行吧。哎，老板。李继凯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不要叫我老板。
不是，你很快就是我老板了呀。你怎么能确定能在3天之后把我的东西找回来？哎，可能用不着3天。你觉得我会信你？信不信随你。李继凯，你慢点。你干嘛？哎，上来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走。哎，醒醒，醒醒！李继凯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查案呀。查案带我来宾馆干什么？住下来继续查。啊？啊？你去开间房，我太累了。喂，李继凯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最好永远不要回来了。哼！楚老板，查住。小姐，起床了，干活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昨天不是脚扭了吗？今天好像更严重了。手。哦。把脚放上来。干嘛？让你放你就放。没想到我还有这一手。啊，对了，你那高跟鞋不能穿了，我去给你买双平底鞋。好像就是这辆车，车型和车牌都对，东西应该在里边。就算能确定是辆车，怎么确定东西在里面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还有锁呢，咱们怎么开？我好像可以打开。你能开？这不是开了吗？立即开！你之前到底干嘛的？哎，干嘛呢？哟呵，这不是上上给我们搬家那小子吗？挺厉害呀，都找到这儿来了。楚小姐，你自己当心点。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那你这不是耗子过街人人喊打吗？哦哦呀啊啊啊啊啊啊好了，现在人赃并获，可以报警喽。死李继凯，臭李继凯，死李继凯，臭李继凯，死李继凯，臭李继凯。你还回来干嘛？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？你去找楚星啊，你去找那个女人鬼混去啊，让她包养你。彩梅你好。我让你不要出去你偏要出去，我让你别回来你偏要回来，你以后再这样子我是不会管你的，我也不会再当你的监护人。行行行，你最好了，你最漂亮，你最美，你最棒，你最胖啊，不不不，你最棒了，你最棒了。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昨晚上就是找东西太累了，然后就开了个房睡了一觉。开房？你跟楚星开房？
李继凯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他睡的床，我睡的桌子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你觉得我是三岁小孩吗？酒店没有房间了，只有一间房，所以你们两个人只能住一间房。你是不是李继凯？我闻到了一股醋味。啊，醋味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烧了酸辣土豆丝。啊，李继凯，我手感好还是楚心手感好？他身上没有肉。李继凯，没想到你真是这样的人。啊，一试就试出来了吧，一试就试出来了吧。李继凯，闷死。李继凯，我觉得你昨天烧的那个菜太好吃了，你今晚再烧一顿给我好不好？你就是李继凯先生吧？我们老板找你。你们老板谁啊？跟我走就知道了。楚老板，李继凯，还不来公司报道？等着我拿八抬大轿来抬你吗？我忘了。你又失忆了？我真忘了。李继凯，怎么回事？就是我前段时间帮他找回了他丢的东西，然后他给了我一份工作，6000块钱工资加5险一金，明天来上班。慢着，你说上班就上班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啊？老板，哼，老板，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能请你，我照样可以请你。小谢，你在干嘛？6000块，别闹了。哎呀，我没闹，我认真的。我给你7000，以后呢，你每天就在家里给我洗衣做饭，接送我上下班。8000，10000，15000，有钱了不起啊？18000，20000，你。你这个坏女人，我出3万。那就恭喜你3万块钱找到男保姆了。你李继凯啊，我给你的工资最高到2万，如果觉得合适、明天来报道。好，如果不合适，当我没来过。你这个坏女人，气死我了。哎，6000谈到了2万啊。李继凯，我是不是有做猎头的天分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！李继凯明天就去上班，耶耶！没默契，再来一次，耶、yeah. ！明天你就可以养我了。本宫乏了，小李子退下吧。这，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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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上好呀，小谢。哎 ，Hello， 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同事于青，啊、这个是李继凯。Hello。可以啊。行，那我先上去了，别迟到哦，一会儿见。拜拜。你们同事聚会我去干嘛呀？人家都邀请你了，你就一起去嘛。于心，走啊。于经理，走啊。这位是？这是我男朋友。啊，贵姓啊？我叫李继凯。啊，李先生是吧？幸会幸。于经理手劲真大，把我都捏疼了。于经理，你不要对我男朋友动手动脚的。小谢，我哪敢呢？你男朋友力气那么小，怎么保护你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李先生，这也不错。小谢远一点，你配不上。行了，那我就先上去了，你记得晚上穿的正式一点，我的面子就交给你了，拜拜，晚上见。拜拜。韩宇，进展怎么样了？还没找到，只是说有了点眉目。哼，你告诉他，如果这事他不给我一个结果，那我就亲自结果了他。是。报告老板。哟，我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怎么会不来呢？20000块钱一个月呢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需要制定一些规则。好的，老板。第一条，不许叫我老板。好的，老板。啊，不，楚小姐。第二条，工作时间不能迟到早退。收到。第三条，工作时间
早晨八点到中午十二点，下午两点到下午五点半，火十字里。这条你已经说过了。第四条，手机要24小时之内开机，随叫随到。没问题。其余时间都给你算加班，100块一个小时。好。第五条，工作时间需要注意着装。第六条。第49条，工作时间要绝对服从工作安排。收到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了。签合同吧。那你从今天起就是我们公司正式员工了。好。现在你的第一份工作，把整个公司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部清扫一遍。这不是清洁工吗？20000块钱一个月，请你来当大爷。好的，老板。100块。我去干活了，楚小姐。老板，你笑什么呢？没笑什么呀。老板。好吧，楚小姐，楚，老板，能预支我半个月工资吗？李继凯，你过分了吧！上班第一天就预支工资？我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不太方便。哎呀，老板，我四百。楚小姐，我求求你。好吧，我一会儿找你，赶紧干活去吧。得嘞，老板。500。包月薪吗？好的，楚小姐。小谢，小谢，等等我呀！小谢，你怎么过去啊？哦，我坐公交啊。你男朋友不开车送你去吗？他没有车。那你们平时怎么上下班？我们都是坐公交车的呀。哦，公交车也是百万豪车呀。你看，天马上下雨了，我送你过去吧。不用了，于经理，我自己可以过去。小谢啊，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。你这么年轻漂亮，身材又好，找对象呢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。于经理就是于经理，说的句句在理呢。你等着，我开车去啊。不用了，于经理，我自己可以去。小谢，我的车虽然比不上你男朋友的百万公交车，最起码也是30-40万的车啊。你等着，我马上过去啊。不用了，于经理。雨下这么大，也不知道李继凯有没有带伞，还不来。哎，快快快快快，衣服好贵的。李继凯，你神经啊，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你不是让我穿正式点吗？租的好贵的。不过还蛮帅的嘛。还行吧。进去吧，进去吧。你伞坏了，冲我的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美女，好好 happy 啊。嗨。哟，这不是开百万公交的李先生吗？怎么穿着衣服像个服务员呢？你可真没眼光，人家这件西装18000呢，我觉得就挺帅的。难怪你每天在公司念叨季开季开，原来就是你呀、啊！别站着了，来坐坐坐。钱都来了，坐吧。小谢，你们来晚了，必须先罚几杯哦。喝酒喝，我喝吧。干掉，干掉。喝完这一杯，还有一杯，至少三杯。你们过分了啊。哎，男人不喝醉，女人没鸡。哎呀，什么样，就是谢小谢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。我们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，我们只是纯洁的朋友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也可以追她了？绝对不行。还说是纯洁的朋友。哎呀，你们谁有本事谁去抢好了。傻妞，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挖墙脚啊。哎呀，没想到我们开着百万公交的李先生，这衣服竟然是租来的。你瞎说什么啊，他只是忘了摘掉而已。哎呀，小谢，你别生气嘛，你可不知道有的人啊专门装着富家子弟来骗人骗色的，欺负你着想。既然李先生没来得及摘，我就帮你摘了。我楚大小姐。李继凯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朋友玩呢。吊牌都忘了摘，你可是我楚心事务所的人，得注意形象，下次注意。这女人谁呀、啊？你们不知道吗？她可是楚家的大小姐楚心啊。哦，就是那个楚家的那个李继凯，你能给她打工是你的福气啊，你可得好好珍惜，以后前途可限量啊。说什么呢？我们家李继凯跟着我也能吃香的喝辣的。咦？喂，韩小姐，我马上去找。哎，乔爷，这韩小姐什么来头？为什么她说什么我们就得听什么？该你问的问，后边问的别瞎问。哎，前面这牛不错啊，可以把它拿下。哥，我去帮你拿下。不行，坐着，还得我去。看我的啊！我们老板想一位女士过去喝一杯。当然，在座的消费我们买单，不知道您方不方便？不好意思啊，哥。我女朋友呢不太会喝酒，麻烦跟你们老板说一下，如果说真的要去喝酒的话，您看我去陪你们老板喝一杯怎么样？哥们儿，你误会了。误会你妹呀，我们自己买单，滚开。小子，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敬酒不吃罚酒。兄弟啊，不至于。行，既然女士不赏脸，那我就跟你喝。天哪，要喝完了，我的妈！李子，看你慢点儿。李子，看你太棒了吧！老板，李子哥加油！你厉害，李继凯好棒啊！李继凯，来活了，快坐。李继凯，你看什么呢？我看他们有没有回来，我怕他们回来找事儿。还担心他们回来？嗯。他们打也打不过你，喝也喝不过你的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打不过我呀？我看到了呀。不至于。嗯，李继凯，我上完厕所啦。上完厕所啦。嗯，他们都走了吗？都走了。那我们也走吧。哦，对，你把这把小伞给于青，然后我们撑大伞走。嗯，给你。走吧。李继凯。哎，你过去点，我这衣服贵呀。醒醒吧，别装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装的？你就喝了两杯半的啤酒，而且我跟你住的时间这么久了，一点默契都没有吗？那你呢？你喝那么多酒不难受吗？你看不出来我没事吗？解渴而已。哎，李继凯，嗯，你觉得我今天这几个同事怎么样？还行吧。那你有没有喜欢的？我可以做个红娘，给你搭个线什么的。我现在不再想那种事儿。哎，李继凯，嗯。你不对呀。我怎么不对了？你对女人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吗？那你想要试试吗？试试就试试。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事情。为什么？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干什么的，未来要做什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说现在以这样的我跟别人要有后续的发展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不负责任的行为。哎，明天还有上班呢，我先洗脸。你勤快啊。早上好，小姐。怎么没穿呀？挺合身的。哎，那衣服太贵了，租的。没事，我给你买了好几身。那牌子衣服一套就得好几万呢。昨天我就说过了，你以后是我楚心的人，你代表的是公司的门面。谢谢老板。对了，招聘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觉得吧，首先咱们就有一个前台，
这形象得好，至少不比你差吧。然后呢？然后嘛，他就是。喂，你们这谁是管事儿？大哥，那有点厉害啊，就你那怂样，让我来。你们是谁？这是我们虎哥，虎哥，我们龙虎保安公司的经理。老街这一带啊，都归我们管辖。听说你们要营业是吧？是不是要交一点安保费？这不就是保护费吗？你也可以这么理解，但是这个钱今天必须得交了。多少钱？也不贵，一年就十万。是不贵，可是我不给。滚蛋！你这小娘们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这个位要加油啊，加油，用力啊，用力，哎对对对，哎对对对对，你呀，看不出来吗？保洁，兄弟们给我上。好好，算你狠，我们走。哎，别跑啊。看不出来啊，李继开，你还挺厉害。你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，李继开？下次有这种情况，还是先叫警察吧。好，我报警，我先扶你。找到没有？还没有。还没有。韩雨小姐，经过我多方打听，这具尸体是在德胜高架青州路段失踪的。所以我觉得……别说废话了，我只看结果。找到没有？韩雨小姐，我分析，这么大一具尸体从高架上掉下去，必然会被很多人发现，所以我觉得这具尸体应该是被别人带走。姓乔的，四少的话你都听到了吧？尸体要是找到，大家都相安无事；要是找不到，你就也别活了。韩雨小姐，你容我点时间，好吧，我一定办到。谁啊？嗯，你们俩干嘛？李继开洗澡呢。洗澡？怎么？要不要带你们进去参观一下？不行啊。不可以。不许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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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继开，你快去穿好衣服再出来。大下戏鬼！你们这帮女色狼！当然了，我早跟你们说过了，我们只是纯洁的男女朋友。我就说他们是纯洁的普通朋友。这么说，我们都有机会啦？这不是。对呀，真正的男女朋友就是可能。你，就像火车进山洞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路上注意安全啊，拜托你照顾好他啊。哎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李继开，楚心事务所还在招人吗？还招。那你觉得我是个什么职位啊？我们公司现在缺一个前台。前台啊？那我明天去面试怎么样？啊，行，那明天见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拜拜拜。都走开！李继开是我一个人的，是我捡回来的。哎，都走了，都走开了。李继开是我的。行行行。李继开，李继开，真希望你永远不要找回记忆。有消息会通知你，先回去吧。楚小姐啊。这都第八个了，这按照你的要求招的话，得招到猴年马月去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身材必须比我好。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啊。你放眼这整个茶城，这谁的身材能比我们楚小姐好？对不对？啊？怎么是你？怎么就不能是我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应聘前台呀。
吴哥吧，我是九尾龙，乔爷让我来帮你报仇。龙哥好，您这腿，哎，别提了，碰到一猛人，说你的事儿。哦，我就按惯常一样去那家事务所收保护费，结果就被弄成这个样子了。他们人很多？没有，就一男一女，那男的功夫很厉害，是个保洁。真是一般废物，连个保洁都收拾不了。那男的功夫了得，咱们真刀真枪的干，指不定还干不过他。我们这么多人，出去干他，干他。虎哥，那腿咋整的？别提了，把这单干完，哥带你干更大的。呀，美女，你是这楚心事务所的？不是啊。那你是？我是来面试的。面试上了吗？没有啊。但是哥哥面试上你了。李继凯，救命啊！有意思。怎么了？李继凯救我！你他们调戏我。龙哥，就是他，干死他！李继凯，我们要不先报警吧？这次不用了。怎么着？上次没被我打手是吗？龙哥，你腿是被他打断的。人多上！龙哥，你先顶住，我去叫乔爷。小子，等乔爷来了，有你后果的事。乔爷是谁啊？大胆问题，刚才调戏我的时候话不是很多吗？说。我说，乔爷是金藤实业的董事长，黑白两道都要给他三分面子。他这么厉害啊？那他自己怎么不来？乔爷什么身份？带你这种破地儿啊！我说不是，乔爷最近找一个人，根本分不开身。滚！快滚！哥，你今天好厉害啊！要不我请你吃饭吧？不用了，我们有员工餐。我们公司不是自理吗？对，我们公司这个员工福利特别好，这个伙食也特别好，对吧？可是你今天救了我，我总得报答你一下。要不这样，你看你缺什么，我买给你。李继凯，这是我的副卡，随便刷。谢谢老板。柯一白，我小谢啊，最近工作态度不行啊。怎么不行啊？每天到点就走，咋回事啊？到点不走，你给我发工资啊？可以啊，我还可以请你吃饭，今晚有空吗？他没空。哟，李先生，好久不见呐。好久不见。啊！我警告你。离谢小西远一点，不然的话，走，我们逛街去。逛街？是。那我可以买东西吗？可以，逛完街再吃个饭。李继凯，我记着你了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啊。喜欢就买呗。2000多呢，太贵了。我买。李继凯，啊，虽然你现在赚的也不少呢。但是我们还是要省着点花。不是，我觉得挺好看，你要喜欢就买，对吧？哎呀，说了太贵了嘛。没事儿，我都说了我买了。谢小谢，你是？我是顾莲啊，初中同学，你不记得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没有认出你来。没关系，你这个是你男朋友吗？你好。我叫李继开。你好，李先生在哪里高就啊？我现在在一家事务所做打打杂的工作。打杂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那李先生身体应该很不错吧？那小谢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哦，我在一家猎头公司做前台呢。你一个海归竟然……不过你们俩的职业倒是挺登对的嘛。一个前台，一个保安，倒是挺合适的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，你们不要太放在心上哈。没有没有。顾小姐啊，您现在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呢，不用上班。我老公呢是上市公司的 CEO，每年呢也就1000来万吧。是哪家上市公司啊？哎，小谢。嗯。你也看上这件裙子了？对啊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
对，我也喜欢这件裙子，不过我刚才问了前台，只剩这一件了，有点贵呢。没事儿，我们就是随便看看，你想买的话你拿走就好了。那哎，小希，你要是喜欢的话我送给你啊。干嘛呀李子凯？你好，这位小姐喜欢的衣服全部打包。哦对了，那位小姐手上拿那件送给她，谢谢。李子凯你干嘛？这很贵的。走李子凯，跟上，太开心了。姐夫你看，就是他们。谢谢。太生气了，气死我了。好，我一定想办法帮你出了这口气。哎李子凯，嗯，你有没有看到刚顾脸的表情？他气炸了。看到了。哎对了，你那个黑卡哪来的？楚欣给我的。楚欣？那我也开心。瞧你这点出息。别说我了王总，上次你不也一样吗？也对，不过你输给那个姓李的也不冤枉。哦，王总有话直说。那个姓李的是个妖孽。可不是个妖孽吗？要不然怎么那么好酒量，还有那么好过水运？不不不不不，我指的是那种会妖术的真正的妖孽。王总，你想笑死我然后就成我的马子吗？还教你，我看您啊鬼片看多了吧。哎王总，王总别生气别生气，我信，我信还不行呢。我也不逼你啊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要是骗你，我就把我的小姨子送到你的床上去。小姨子漂亮吗？王总，我是说你打算怎么办？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我认识一个大师，他是龙虎山第108代的传人，只要你肯帮忙，我就有办法让那个姓李的死无葬身之地。王总，认真的。你要是不肯帮忙的话，今天就当没见过我。但是我跟你说的话，要是传到别人耳朵里，我先弄死。不，王总，你别翻脸。行，玩住我。就是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乔爷，整块地儿都快被翻烂了，真找不着呀。哎呦，叔叔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没有啊，龙哥另一条腿也被打断了，而且他之前那条腿也是这个人打的。什么人能把他的腿打断？叔叔，看照片。叔叔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这哪是尸体啊？你瞧，给你侄子打的。哎，你别别别！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哎，脑袋摔坏了。加钱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这人不简单。
我可不想拿命去拼。怎么个不简单法？你要说清楚点。今天我接近他，结果我的乾坤罗盘疯狂乱转，可以证明此人不是一般的可怕。这么说来，这个李继开真的很厉害啊。此等妖孽，恐怕只有我才能对付得了了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我就说这个姓李的是个妖怪嘛，你还不信？李继开并不是个妖怪，他只是个凡人罢了。对不起，大师啊，你这一会儿是妖孽，一会儿又不是妖怪的，你啥意思啊？他虽然不是妖怪，可他却是个术士。术士不修正道，专修旁门之道。虽然他不是妖怪，可他身上总是有一股妖异之气。大师，你更要赶快出手，为民除害呀！收服他对于我来说不算困难，可是总是要付出点代价。到时候啊，钱我肯定加，就当是给您老的营养费了。那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李继开，我跟你说，那家咖啡以后不要买了，难喝死了。哎，你听到我跟你说话了吗？听到了。那你不问我喝什么？白开水最健康啊。哎，对了，奶茶你要喝吗？那等东西是小姑娘喝的。你不就是小姑娘吗？还是楚楚动人那种。那你去给我买一杯吧。得嘞。哎，你要喝什么口味的？随便吧，你喝什么我喝什么。我最喜欢喝波霸奶茶。去死吧你！稳点，稳点，稳住，稳住。大师，您这是？伪装。怎么样，大师？搞定了吗？哎，没能伤到他。你折腾了半天，你跟我说你没伤到他？别急嘛，听我慢慢讲。我今天啊，买了符水。还请人把那符水泼到他身上，结果那人太厉害了，他没事。哎呀，大师啊，你还要整天说这种伤找他人自心灭自己威风的话，我雇你来是为了收拾他的呀。王总，别着急嘛，我这只是试探了他的虚实，连过招都不算。现在我知道他的正常套路了，待会我就会祭出我的杀招。只不过需要王总的一点小配合。哦，可以。哥，黑虎，乔爷，九纹龙，不像啊。喂，李子凯，今天不用来公司接我了，我有约会。你居然有约会？想约本姑娘的人多了去了，只是本姑娘不愿意搭理他们而已。男人想约你，就是想睡你吧。哎，李子凯，你今天吃火药了？干嘛这样子说话？不许去啊！哎呀，李子凯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好啦，其实今天就是顾莲组织的一个同学聚会，所以我就来啦。同学见同学就是搞破鞋，我说了不许去嘛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就一句话吧，今天晚上来不来接我？来。嗯，真乖。哎，位置我已经发在你手机上了，那我们晚点见吧。哎，
我的歌，我的歌，我的歌。啦啦啦啦，拒绝黄，拒绝毒，拒绝黄嘟嘟。小谢，我的手机没有电了，你的手机可以借给我一下吗？谢谢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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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拒绝黄，我的手机没有电了，你的手机可以借给我吗？拒绝黄嘟嘟，拒绝黄嘟嘟，拒绝黄嘟嘟。拿来拿来拿来，快拿来！姐夫，你要谢小谢的手机做什么？当然是帮你出气啊！帮我出气，可是为什么又要谢小谢的手机呢？那你就不要管，反正我不会让那对港湾女好过的。是这儿啊，小谢，你要是再不接我电话，我就回家睡觉了啊。哎，小谢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是谁？你谁呀？你怎么会有小谢手机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谢小谢现在在我手上。你想干嘛？小谢，你可真不让我省心。师傅去水泥厂，麻烦快点。小谢，你可千万别有事。来了，准备做药绳。哎，大爷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有看见一个差不多这么高的女孩，长得挺好看的。哼，等的就是你。不是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了。自古正邪不两立，今日我就要把你这个妖孽给收下来。神经病，拿下吧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我就想知道你们绑我可以，你们绑小谢干嘛？现在只是为了引你上钩而已，我可没绑那个女孩啊。好，你等一下啊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，小谢？我在同学聚会啊，喝了点酒，他们说还要继续玩。你快回家！我让你快回家就回家。你放心了吧？哎，你就说吧，是谁让你来绑我的？妖孽，还敢猖狂！动手！看，妖孽休得猖狂！动手！怎么会没有用呢？哎，怎么会没用呢？有用，有用，有用！我都有点晕了呢。撒！你要干什么？过来。你过来，快点！来，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！哎呀，老实交代啊，是谁指使你们的？老道替天行道，没人指使我。大师啊，当我傻呀？布这么大个局儿，没人支持啊？你爱信不信？就是你。
不说是吧？行。别，尊老爱幼怎么弄？尊老爱幼？你一口一个妖孽叫我，你让我尊什么老爱什么幼？说还是不说？不说。二。哎，等，我说。这不就得了吗？哎，说，于坤跟王德发呢，他们两个人来找我说是有个妖孽眼睛会发红光，我一寻思这人眼睛哪会发红光的嘛，加上人家开价又高，那我所以你就装高人来骗钱了是吧？小本生意嘛。啊，那你跟我说一说，于坤跟王德发在哪？哎，王哥，那老道士靠谱吗？他能说是离开吗？放心吧，高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来的，这次一定把那个妖孽给收拾了。太好了，这臭小子老是打着我这小谢，这下怎么办？小谢你的啊？不，等收拾了李继开，咱俩公平竞争怎么样？行。谁啊？高人回来了。对，一定是高人回来了。哎，来，哎呦，都在呢，正好省得我去找了。你怎么没事啊？你们不会相信那个老道士了吧？哎，王德发，干嘛呢？关门。哎，过来，快点。一件说啊。蹲下，你嘛，把所有你们做的事情在这里边录音，一件不许少，知道吗？好，我录。来，王德发，过来，快点儿，过来。我和王德发，他同那个老道士一起去谢小谢家绑架他。你说我都警告你几次了，打死你都活该。好了吗？好，好了。等着警察吧。小谢，你哭什么呀？小谢，哎，小谢。凭什么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？凭什么我不就参加个同学聚会吗？凭什么那么凶啊？你是不知道自己被套路了吗？什么套路啊？就你去的那个酒局，是王德发和于坤安排的。真的假的？啊，然后你的同学顾莲是王德发小姨子。难怪，昨天顾莲拿了我的手机。对呀，他们骗我说你被绑架了。还有这种事儿，那我去找他们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录音报警了，他们俩现在应该在派出所呢。啊啊！李继开，我谢小谢女王从今天开始正式封你为圣骑士。人呢？地圈。九纹龙，咱们是商量好了吗？要给李继开点颜色看看。我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。阿虎啊，你和他什么恩怨？听我一句劝，别再去招惹他了，我们惹不起。惹不起？我是惹不起，但是有人惹得起啊，是吧，乔爷？乔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认识李继开？不熟，只是打了两架，没打过。那好啊，给你个任务，把他给我抓回来。这，乔爷，不是我多嘴，这李继开手上有些功夫，我们怕不是对手。很强，能有多强？有您出马，肯定能行。
来晚了。楚小姐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不过你来找我，应该不止喝咖啡这么简单吧？楚小姐，你觉得李继开这个人怎么样？李继开，会外语，任劳任怨，功夫也还不错，挺可靠的。那冒昧的问一句，楚大小姐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开什么玩笑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啊？哦，是吗？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们余家虽然比不上你们楚家，但是如果没有你跟我竞争的话，把李继开从谢小谢手里抢过来，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。就这点事儿啊？祝你成功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楚小姐慢走。是吧？去楚心事务所。好，你坐稳了。师傅，您这方向好像不对呀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是新手，还不太熟啊。不是，师傅，这样绕路可不厚道。大不了再帮我们收一钱。师傅，您这又是去哪儿啊？去该去的。你是谁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李继开，有人等你很久了，跟我走吧。大哥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李继开。大哥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李继开。李继开，嗯，真是让我大哥一通好找。我们好像不太认识吧？你不认识我们没关系，不过有人让你回到你该去的地方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啊？跟我走你就都知道了。李继开，这位可是曾经道上的杀神，你还是不要抵抗。杀神？我倒要看他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小子，嗯，识相的话乖乖束手就擒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倒是觉得吧，你们识趣一点，不要自讨苦吃啊！大哥，还给这小子废什么话？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够了！看来你们已经是做好了受苦的准备。就这样。好功夫，怪不得这么嚣张。还行吧。现在该轮到你了。那就让我来试试你到底多厉害。不过如此嘛。装神弄鬼。你知不知道我的身世啊？说不说？老子就是不说，有种你杀了我！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你最好跟我如实招来，说还是不说？他妈的磨叽的像娘炮似的！说不说？哥，别打了，再打这手臂就断了。行，那你来说。朱国龙，要敢说，老板不会放过你。这我老板，看起来你们势力还挺大的。我说这不就行了吗？
我老板是乔野，他是本地最大的集团。乔野，乔野知道我的身世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不过他好像也是奉命行事。那看来这趟浑水还挺浑的呀。子李继开，臭李继开，我给你发工资你给我放鸽子。楚小姐，你看到李继开了吗？李继开他好几天没来上班了，我还在找他。他走了，你看李继开失忆着呢，他一个人我不放心。楚小姐，你们楚家势力大，找一个人应该不难吧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放心吧，他还没辞职呢，我不会让我的员工出事儿，交给我吧。喂，爸，有件事情要拜托你。也不过如此嘛。你别走了，走得我头晕。楚小姐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你爸爸那儿怎么还没有消息啊？再等等。喂。喂，星儿，你要不找那个李继开，我找着了，他好像得罪了乔爷，乔爷留下的。乔爷，那个金藤实业乔爷。没错，就是他。那个李继开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是我员工。啊，一个员工，那没什么事。爸，求你救救他。为了一个员工得罪乔爷，这种买卖你觉得我会做吗？他是我男朋友。他是你男朋友？你跟我开什么玩笑？他一个穷屌丝怎么配得上我的女儿？都什么年代了，我们先别管这么多，先把他救出来。行啊，不过你得跟他分手，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。我答应你。行，一个小时以后给我电话。李继开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。他已经有三天没有回家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哎呀，我以为他很快就回来的嘛。哎，这手机是不是坏了？怎么这么半天都没有电话打来啊？啊，来了！喂，小心啊，那李继开到底能不能忍啊？乔爷可是明说了，李继开他是绝对不会放手的。李继开他就是个普通人，他顶多和乔爷手底下的人有点恩怨。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乔爷这人平时多少会给我点面子，但今天不仅不给面子，还威胁我不要参与。爸，就只有你能救他了。好了好了，这事你就别掺和了。我们楚家和他们乔家犯不上。你赶紧给我回来。
抓到李继开这件事儿，谁也不能说，特别是韩宇。啊！救命！尿尿。兄弟，人有三急啊，你放我出去尿个尿。我很诚实的，等下回来自己把自己扣上。哼，跟我斗。慌慌张张的，不好了，李继开他跑了。啊，李继开跑了？对呀、啊、你们这么多人怎么看呢？没人了，不要打趴下了。崔燕，崔燕，你歇会儿，我去追。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你自己做了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？韩玉小姐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明白。人是被你抓到了，但是又跑了，对吧？你不用跟我解释了，你自己跟四少说吧。喂，老乔啊。四少，你不听话呀？你这让我怎么办？四少，我没有啊。您听我跟您解释，我都是按照您的指示在做呀。我本来是想单独跟您汇报的，可是我也没想到这个人绑着这么多保镖他能跑了呀。主要是人跑了，你知道意味什么？四少，您饶命，您看在我跟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您饶我一条命吧。四少，可以，别说我放你出去啊，别说你，把你所有的人全部交给韩宇，这次一定要把人给我抓回来，否则谁都救不了。韩小姐，我求求你帮我把人抓回来吧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，老乔。韩小姐，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对。那怎么办啊？要不我们先报警吧。好，你去报警，我去想想其他办法。嗯。有消息了吗？我已经给警察那边打过电话了，他们说让我先回来等着。我这边也是，爸爸不肯帮忙，叔叔和伯伯们又不敢得罪乔爷，那怎么办呀？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了。李继开，你怎么了？李继开，你怎么了？李继开，哎呦，李继开。李继开，你终于醒了！不！哦，对不起！李继开，你已经躺了整整一天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会惹到乔爷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么说，你失忆跟乔爷有关，他还会派人来抓你的。没错，他们就喊我是什么三号。哎呀，先别管什么三号了，李继凯，有没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？我现在肚子有点饿。啊，肚子饿，那我马上给你做饭，你等着。那我去给你切水果。啊。哎，李继凯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你快躺下。好了。好了，我看看。啊，看看。哎，真的好了，
太好了，李继开，你终于好了，你真的担心死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好了，不用担心了，这一天辛苦你们了。不辛苦，只要你好了就好。好，还好我们的照顾没有白费，终于把你照顾好了。以后啊，天天给我做饭。好，还有一定要接我上下班，李继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去告诉欣欣。嗯。欣欣，欣欣，你快来看，李继开好了，李继开的伤全好了。哎。我给你做蛋炒饭吃好不好？行啊。哎，要不我来烧吧。哎，谁呀？你想干嘛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三番五次找我干嘛？我又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认识我吗？我当然认识你了，三号。三号，别着急，今天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李继开，小心！见。文人书房。不知道你们要什么，只要你们把他们俩给放了，我什么都给你们。哟，跪下！你给我跪下！三号给五号跪下，真是笑话。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三号。我只知道我现在叫李继开。装傻，失忆了是吧？还叫李继开？你的演技能再拙劣一点吗？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三号。我求你们，把他俩放了。我求你们。不知道是吧？那我告诉你。现在知道你是谁了吧？我知道，我不是李继凯，我就是三号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本来呢，公司只是要回收你，死的活的都可以。但是，现在发现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，三号竟然有感情了，你对他们两个有感情了。那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做今晚只能活一个，你是选他呢还是选他？你自己选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不是要我吗？你最好快点，我可没那么多耐心，现在是选一个，一会儿可就一个都不剩了。你选啊，你倒是选啊，你快点选。李继凯，不是我死吗？李继凯，李继凯，不要不要，李继凯，不要不要，李继凯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走啊！李继凯，李继凯，你死了我怎么办呀？我把我爸爸500万都给你，李继凯，我们一起生活，好好生活，你不要死啊，李继凯，李继凯，不要，李继凯，李继凯。
别动！